焦点我们还要来关心的是台中警方他们在查缉网络的贩毒案件，可是明明还没有收网，却是常常被嫌犯掌握了警方的行踪，于是警方开始进入了内部的调查，意外查到了这一位雾峰分局的调查队刘姓小队长。这名刘姓小队长呢，他从警30多年了，在去年还曾经有破获了200公斤的这个安毒的案件啊。好，不过呢，现在他却是被查出来说涉嫌向毒贩来通风报信，并且还主动的向检方来检举了。那么这个检警是发动了搜索，还有查扣了相关的证物，现在依照了泄密罪还有贪污等等的罪嫌，向法院来申请羁押禁见获准。台中雾峰分局弥漫一阵低气压，因为侦查队年约50岁的刘姓小队长涉嫌将侦办中的案件透露给毒贩知道，警方怀疑有内鬼泄密，一查竟然是自家人。那本分局在侦办毒品案件中怀疑有严谨泄密，遂主动向台中地检署承办检察官报告。抱着三个孩子一脸幸福模样，他是台中雾峰分局侦查队刘姓小队长，从基层做起，服务20多年，表现良好。但12号因为涉嫌泄密案，检察官带着专案人员到分局办公室，直接把他带走。刘姓严谨涉有嫌疑，遂实施搜索后申请羁押获准。13号凌晨，法官依泄密与贪污等罪嫌裁定羁押。这起案件是警方去年7月时侦办一起网路贩毒案，但是要跟监搜证时，嫌犯似乎都有事先防备，查缉行动总是无功而返。经过内部调查，发现刘姓小队长涉嫌泄密。12号，检察官带着专案小组，针对刘姓小队长在雾峰分局办公室以及他的住处、使用车辆进行搜索，并且查扣相关证物，让侦查队的同仁都相当惊讶。整个案件在侦办跟搜索都是非常的低调秘密，所以同仁根本都不知道。刘姓小队长羁押期间，警方依法将他停职，后续还要追究相关主管管督导疏失的责任。根据了解，刘姓小队长财务状况都算正常，检警正在调查贩毒集团是用什么方式接近他，以及是否有用金钱或其他方式让他冒险犯法，泄露同仁的侦办作为。华视新闻林建峰、张春峰台中报道。嗨，我是庄宇杰。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